2009年，一个平常的日子，旅居在新西兰的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华人专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集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华摄影联合会。中摄联自创会以来，在会长徐宏林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文化交流活动，拍摄了大量反映华人华侨在新西兰生活的摄影作品。现在呢，我们由于成立个学会以后呢，我们在联合报上面就是有出一个专版，就是我们摄影专刊。有了这个专刊了以后呢，我们就把会员的好的作品，包括每一次的活动，都放在那个专版里面。原来呢就是这样，提高华人的摄影水平，丰富华人的业余生活。为了普及和提高会员们的摄影水平，中摄联已举办了3届摄影学习班。中摄联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基督城地震和中国玉树的赈灾捐款活动中，在会长的带领下，会员自愿捐款和参加义卖，共分别捐款2100元纽币和880元纽币。2010年金色的十月，他们策划的新西兰风情摄影展首次在上海世博期间成功展出，80余幅摄影作品凝聚了他们最初的成果。就在上海世博期间，我们就在上海秦安区文化馆办了个摄影展。那个摄影展呢，我们新西兰驻上海人副领事庞珊珊也参加了那个我们的开幕式。整个开幕式来了很多人，在那边办好摄影展以后，我们把那个拍的现场的照片，我们马上就传到新西兰，新西兰再出一个专卡，整办的，说明我们在上海办了这个摄影展很隆重。他们将优美的新西兰风光、风土人情展示给祖国亲人，加强了中新间的摄影艺术交流，为两国搭建了文化友谊的桥梁，增进了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几年来，这群执着的摄影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足迹遍布南北两岛。无论是色彩斑斓的秋季，还是冰雪覆盖的冬天，常常餐风饮雨，追光逐影，去捕捉最美的瞬间。经过2年多的准备筹划，几经周折，终于自费集资出版了第一本华人集体的摄影专辑《长白云的故乡：华人视觉里的新西兰》。因为我们在上海办了摄影展以后呢，大家的反应还蛮良好的，就什么办了摄影展以后就不了了之，好像这个事情就感到没做完。后来想这样嘛也可以啊，我们就出本书啊。由于某方就他们参与以后呢，他们也感觉到他们从华人的角度来反映华人眼中的新西兰。一批华人呢，就是用华人的视角里面的新西兰呢，这比一个两个的出这本书更有意义。这本书出版以后，有这个新西兰的政府啊，新西兰的这个贸易发展局，还有新西兰的这个院校。还有社会各界，他们有的是订购了，有的是还在这个排队等待，远在这个新西兰驻北京的大使馆，他们都打过电话来说我们要订购，是吧？那就说明呢，大家看到的是哦，这本书它的社会意义非常的大。画册的编辑出版，凝聚了中摄联全体成员的辛劳与才智，《长白云的故乡》。其实是一个集体的符号，它代表着中摄联这个有活力的集体，它也代表着华人摄影人对新西兰的认识。这个新西兰不仅它自己很美，而且我们的新移民，我们的华人来这里，我们跟这里的土著人，各这里这个欧裔的移民一样，我们都热爱这块土地，我们都希望把它建设得更美，而且我们愿意展示给全世界，特别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中国，是让他们看到啊，远在世界地图的右下角的最顶端，还有这么一块美丽的土壤，还有这么一块人间的天堂。
所以我说我们做摄影，我们担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社会责任。而我觉得这个画册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视觉语言，将华人视觉里的新西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表达自己的旅居他乡的感悟、思考和情感。这些作品将超越时空，超越族群，超越语言，成为永恒的文化，存留世间。